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鲁马 AI 虚拟 3D 建模更精细的 Triple AI 生成 3D 模型的能力又进步咯。 Triple 它本身就有免费方案可以使用，每个月呢你可以生成无限的草稿 3D 模型以及10个高品质的 3D 模型下载和输出。那它生成的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，大概是10分钟左右，不过您都可以尝试一下，应该是值得您等待的。Triple 它目前支援文字生成和影像生成 3D 模型这两种方式。文字生成的部分只要输入 Promote， 它就会生成4个草稿模型，您看你喜欢哪一个，点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生成高画质。那影像的部分呢，只要您生成好了之后上传到 Triple 就可以帮你生成 3D 模型。马上来实际操作看看，进入 Triple 网站之后按下 Generate for free， 登录好您的账号，就会进入到它的功能里面来。首先左手边你就可以看到文字生成 3D， 还有下面这里呢也有图片生成 3D 的部分。在文字生成 3D 的地方呢，您在这里打上 Promote 就可以了。的过程中在右手边呢会及时帮我们做相关内容的搜寻，所以它上面也有很多已经做好的模型您可以参考。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按下 drag， 好了之后呢我们滑鼠滑过去可以呢直接跟它做互动。虽然目前都是比较草稿的 3D 模型，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效果就已经很不错。如果你喜欢哪一个，确定的时候按下 generate， 它就会把这个呢放到 my model 里面开始进行生成的部分。那生成的时间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。那右手边这边呢会列出来你已经生成的内容，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它的高画质的结果，也可以从右下角这边直接做下载的动作。它的提示词呢一样会帮你保留在这个画面的下方。那如果你想用图片生成，只要把图片上传上来一样按下 drag 就可以生成咯。